以酷，我觉得我们学院风可以啊，你看我们那个大腿。我们女高中生啊，好，那那个排好队啊，排好队啊，然后谢谢我们学先长，到谢谢学，长。包扎一下然后吗？我是学弟，我是请所学有观弟。众双你在方哪你里们啊？自己在喜哪爱的里队伍啊？前面站成一排，以方便我计票。在那边，院长那边。刚被乘务打到。胖哥哥没有人听在到。讲一开始下，投票大家没有听啦，清楚。站在没你啊，我们没喜欢看的过队伍你前耶。面，站成一排。叫什么名字？你投谁？黑我文，跟你先投别动啊。哦，你在那个位置别动哦。姐姐，你要投谁哎，啊？请给黑帮一个机会，还要我再们一包定会我们夺团冠是不的。够。没事吧，棒哥哥？哎，你们快点，站成一排啊！反正自由行政站过来。我们啦，自由我们行警局的，你看，学生妹。投票了啦，后面的人，观众投票了啦。哎，后面是不是睡着了？警察，警察，警察啦！投警局的那个阿福宋飞文。哎，地上有钱呐，赶快！这么有钱，赶快过来投票。哎，胖哥哥这，胖哥一个左右左右。哇，好多钱啊！好多钱，排成一排啊，排成一排啊！还是支持你哇，支持你哇！有那么多，这里啦，排成一排啊！胖哥哥，你想升职吗？送你发财金，送飞吻，学姐送飞吻。老师威胁，好扯哦！干你娘前夫，好扯好扯。那边排成一排，排成一排。大胖哥，我看一下啊。排完了，排完了。哎排，哎黑帮怎么都没有人可以排，要排啊？黑帮屁股是冷。哎，现在是在比这个参赛哪一边哪一边人派比较多来看？对啊。是比造型还是比？亲友团。亲友团。亲友团哦。哎，我有收到啊，只是。女娲，女娲就是。只是我不会去玩啊，没办法。黑帮三票。哎，小雨，小雨，哎，我们警局这边有钱可以捡呢，警局有钱可以捡。哎，我，对啊，我们这边有钱呢。哎，这里有钱可以捡呢。这边有钱可以捡。你看我们这个大腿，你看这么美。有钱有飞吻呐。妈，我自己去捡。你又来了，你又来了。小雨，小雨，小雨怎么了？雪人应该。你看我们的副局长牺牲摄像，还毕业。好啦，那个结束啦，我们恭喜。怎么又发作了？怎么一下雨就发作啊？造型奖啊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受不了，下雨啦！亲友团太扯了。这第一名有钱。那个捡钱，捡钱了，捡钱了。要进场的时候，一个人付3000块清洁费啊，场地清洁费。我比赛是8000块啊，可是为什么捡不起？哎啊，不是啊，我们警察也要付吗？我们警察是来借户的。这钱是不是啊？警局，警局，好，警局进去啊。大合照。啊，那个闲杂人等。哎，雪人，你要先介绍一下那个比赛规则了。啊，没关系啊，进去再说啊。观众，好了，我已经把门先挡好了，欢迎各位进来。人已经进去了。对啊，观众先付费啊。随便了，不要拍了。一进去警察先进去啊。哎，我们付过应该付给雪人吗？对，付给我。不用了。观战费多少？参赛的3000，清洁费3000。好。参赛的不用。不管就可以进去啊。医护有比较便宜吗？医护就直接进去啦，医护警察就直接进去嘛。哦，我刚才在问这个嘛。小鸡，你们要不要叫小鸡？院长在。小鸡，小鸡嘞？只给300啊。小鸡在这啊。小鸡，你要不要带他们去走一下，认识一下场地啊？纸币。哦，这个就是我们场地哦。哎，你叫我们。对啊。纸币，谁找我啊？包扎一下吗？我们去看一下啊。纸币，小包可以啊。不知道哎。学妹，这个学妹，这只女娲。哎，你还给我拿测速枪？你我，他找你，这个啊，那个观众，这是谁呀？这只青蛙找你，就是女娲叫我认不出你是谁呢，女娲。那个观众要包扎。哎，你，然后现在会卡是因为下雨，现在是下雨才会卡。那个比赛选手跟我来一下，比赛选手。我先讲解一下规则。比赛选手，这里呢？观众席在哪里啊？讲啦，学员。观众席在上面。过一点讲啊。上面哪里？爬上去啊！我太高了吧！我的天！是啊，他妈的，怎么只有你们两个啊？比赛选手哎。对啊，小光嘞，对啊。好啦，这样我们直接获胜了。小光过来啦！小光干嘛啦？接近一点再跳，接近一点再跳。老爸小光，没有啊，干嘛？
怎么上去啊？是啊，你们观众席在上面啊。要听规则了。观众席在那个上面啊。按医护的嘞，开直升机可以吗？医护的上去啊，比较安全啊。那我开直升机去啊。上面啊，上面啊，集合了，选手集合了，在那边，那边选手后面上面，前面前面，有楼梯啊，队友都见怎么办？有啦，队友集合啦。这边不要跑，这边不要跑，这边走过来跳就好，走过来跳就好。我卡到了，在这里，哎呦，好痛哦。这里不用跑，这里不用跑，靠近按跳就好。这边靠近按跳就好。好，谢谢小心肝。他们去那边了，小鸡。下雨了，穿高跟鞋好滑呀！我讨厌下雨啊！我好像还没有你的新电话哎，学妹。等一下上去加。啊、你等会儿上去加吧。行行。爬热，手脚好滑，没办法。太滑太滑。哎呀，青蛙，抱歉。阿林，你走，阿林，你引擎先关掉了。怎么了？已经关了。你稍微后退一下，我这边要放，我要放录像。哎哎，谢谢。这里的视野不错哎，可是这里下去好像就去了哎。这让我想起。梯子可以爬吗？这让我想起我以前的局长啊。我也想起以前的局长啊，开直升机撞鹰架、啊、那个白痴，真的有个低能的。萨比亚不会开直升机，真的、啊。哎、欸，小副局长啊，小副局长啊。哎、啊欸，是紫 V 啊。好久不见啊，好久不见。哎、欸，很久没见了，很久没见了。哎、欸，我旁边帮你们放个路障了，旁边放路障，大家不要超过那个路障、欸欸。怎么了？你前面没有栏杆，你不要想不开。我知道，我刚才有点狡猾。掉下去的话，警局要再换一个新的局长来。这样不好啊！警局，哎，不要试用期，我们又要换局长了。这个高度掉下去也是轻轻松松的。没有，局长你小心啦、啊，你掉下去8500就没了、啊。我操！谁啊？说什么鬼话？哎、欸，枪托，你枪拿出来小心。有没有人有望远镜可以出租的？怎么了？哎、啊，我给你啊，我再给你啊，租5000一只啊，五千一只。爬上去，爬到屋顶。你他娘的说坑我家医护是不是、啊啊？你是没被干、啊？不是。没事没事，没有了，我说错了。他跟我借 ，What the fuck？ 我不用钱。店长有了。我看不到那个东西哎、欸。5000一只，这小风讲出来。啊、不然我上直升机去看啦，我直接在直升机上看，好像比较牛皮。对不起，路障掉啦。哎，谁把它用下去啦？龙鼻，我的路障被他弄掉了。哎、小五，啊，我再试一个。不好意思，地太滑了。哎、欸，那个局长，你先后退，我设路障。阿林，你有拍到我吗？哎、欸，你要站我后面、欸、你们在自拍哦，你们在自拍，我也要。站我后面，站我后面。这样呢，有顶到你吗？有吗？这样有没有？哎呦，来，一二三。耶耶！现在还没开始吧？耶！我怎么传给其他人呢、啊？好像不能转传呢。哎、欸，拍的不错哎、欸，真的不错哎、欸。我想看，我也想看。来，你看我，你看我的鸡。我想办法转传好了，等我一下。等一下，阿福没买弹夹是不是？小猫。嘿，你说。你的项链还蛮好看的。哦，谢谢。
又在看项链。然后你挡到了。我在工作哈。然后你怎么那么高、哦？你经理眉毛怎么变红色的、啊？低一点，再低一点。院长、啊，院长、啊，我问问，我就问问、啊。今天才去弄的啊，然后你人真的很好、啊、头发一起弄啊。哦，他怎么不跟头发颜色一样？然后低一点。哎，我隔壁这是套套套套学长是吗？对对对对，谢了啊。很像吃那个。套套学长，不好意思，我问一下啊，那个这个望远镜该怎么调整前后的距离呀、啊？W。想象你的键盘有个 W。望远镜上有颗 W。啊、这样啊，这样啊，好的好的。再低一点，再低一点。好好好。等会啊！好，好，我帮你看一下啊、哦。这里可以跳了吗？下我跳哦。下快！哎、欸，我这边下一下，我先讲一下安全规定了。你们这边下去的时候啊，看到屋顶的顶端再下去哦，那边很滑，从旁边下去会摔死。我看一下、哦，这样你就看不到了哎、欸。哎、欸，陈武，英姐，你看，你有看到照片吗？啊，英姐，你头盔中间就有一个准心哎、欸。对啊，没办法。直升机医护的吗？我已经降啦、啊。会不会？小猫，你们直接打电话给我就好了。比较容易啊。有问题吗？我传照片给你哦。传造型奖啊，没办法、啊。还要进无线电或用公告啊？为了钱，你是没手机了。32人啊，我没进去啊，别这样。拜阿格斯啊，我指阿格斯，我一直阿格斯进来。院长，你没有关无线电。不是，我就是在跟无线电的讲。可以在梦中也传给我吗？好，好，等一下你要你要梦中的哪里？绿的那一种。绿的，嗯。阿丁，我收到了，好漂亮哦，拍的不错吧？这是我传的啦，英晶姐。学姐，我收到了，谢谢你。我也有传呐、啊。哦哦，好。我看到了，我都看到了，好漂亮哦。我觉得这张真的厉害、欸。阿花，我没有你手机呢。真的吗？66401。哎、欸，小猫，小猫，你说，嘿，梦里我传了，你有看到吗？绿的，等一下，工作人员，什么工作人员？哦、有，我看到了。我在跟谁玩？我在跟很多实况组玩，你们应该都不熟啦，很多都是麦块界以外的啦。我看到那边那个白色屋子后面有三个人，那另外一队我不知道在哪。我们开始嘞。就是开始了吗？欸、开始嘞，开始了，开始了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等一下，你们先不要接近，路障掉了，我来。这边接过一下。个小雨，你也稍微接过一下，我补一下路障。好紧张哦！啊，另外一队在哪？怎么没看到？那个路障怎么掉下去了？我在补。哎呦，吓到我，不好意思。
真的好想你，不是假的假的好想你。感谢FRE的续订十二个月。你为什么想做那个洞？已经比赛开始了，你还在拍哦。哎呀，什么鱼？我想说我要看一下。没有啦，我刚在看简讯啦。哦，你看简讯这样看的、哦。对呀、啊，我看我眼睛老花眼要拿远一点啦、啊，老花眼。我看到另外一队了，在另外一边的货柜区。你说红色那边吗？对对对。N 方向。都是大腿。N 是哪？啊，抱歉，左手边，我的左手，我现在的左手边。哦，看到了。好想玩哦！为什么有人在天空中飞啊？小五小姐借过一下哦，小五小姐。不好意思哦，要下去。你怎么了？我打 QAQ， 我忘记你是谁是不是？所以你是谁？笑。小猫，你项链哪里买的、啊？我在看那边有一只狼，真的有一只狼，你相信我，学弟。结果那只狼往上跑，你去看，你看。只狼吗？好。对啊，有真的有只狼。你知道什么是围吗？什么是围？那只狼跑进建筑物后面了。我过一下。学妹，你干嘛？我想要看一下基站。哎、欸，阿玲。小心不要掉下去、哦、吗？有看到狼吗？走了啊，不见了。学姐、欸，学姐输了吗？学姐，你中暑了吗？学姐，你很棒哦，学姐，学姐筋骨很软 Q 哎、欸。刚刚有人跟我说话吗？我刚晃神。没有。我们学姐中暑了，学姐中暑了，帮她挡一下。你靠近我一点，对，帮我挡一下太阳，这样可以吗？这样可以。小心哦。靠近一点，不要掉下去哦。你这样可以。还好吗？学姐有货吗？学姐。有点中暑。小猫，你不要再往右了哦，再往右那个路障要掉下去。我会小心的。学姐有没有拿到？阿玲，你等我一下。好，我等你。阿玲，我帮你挡，我帮你挡。又什么？我挡到你了吗？抱歉。不是，我是想问你有没有参加、啊？我？你们看过电车痴汉？对啊。不太想杀生。哦。没有啦，不喜欢拿枪。哎、欸，小心肝。没有，主要是不想被打到啊。我怕痛。没事，你怕痛，我给你秀秀啦。哎、欸，有个警察掉下去了。现在是哪两队啊？黑帮跟那个吧，修车厂的。哎、欸，小猫，你知道？黑修。没事。哎、欸，你是多多。哎、欸，他们结束了、喔。都不说话、啊。他们结束了、欸，哎，上来了，黑帮上来了。在看这个啊，在个认真看这个比赛啊。已经。刚刚谁？打完第一轮了。刚谁赢？啊，我也不知道呢。会不会是赢的留在下面啊？
是这样吗？没有啊，有四队啊，现在换那个啊 ，C 跟 D 啊，汤是 A 跟 B 啊。啊！我跌倒了。哇！哎、欸。哎、欸，小心哦、喔，小心哦、喔！我下去。你们不要再往前，啊、我跌倒了。不要再往，不要再往前，退后。我跌下去了。没事没事，我下去就好。我好像听到阴茎的声音哎、欸，阴茎直接掉下去了。哎、欸，不要跑，这边不要跑，这边不要跑。还是来栏杆这里好了，比较安全。老板娘，我也觉得。刚两个掉下去了。我知道，我听到。哎、啊，警官不好意思啊。院长。我都已经放路障了，还会有人掉下去是怎样？我在车子前面，我刚刚要拍照，结果滑下来了，脚、踩空。怎么了？没事啊，刚刚你左边原本是站阿花。嗯，怎么了吗？梦里我有梦过我们三个一起打枪，自己。感谢节操续订。3年，是这样。但是，因为你要小心，不要掉下去了。就是想跟我打枪，我特别小心啊，站在这不敢动呢、啊。那个我好像看到小五摔下去，是不是？我们可以一起报啊。好，小五学姐也摔下去了。对，我好像看到小五哎、欸。对，有没有那边？好，那去救了。没枪塞了就不要乱跑，没有枪塞了就不要乱跑啊！就是在上面待着啊，一直有有有啊，有看到活动比赛进行中啊。已经回来了，感谢徐丁。哦，开打喽！这个活动没有请赛评吗？我觉得我可以来当赛评。哎呦，吓我！他们那边视野是不是比较好、啊？出去那边比较好啊。哎，打完了、欸，这么快哦！打完了，再来冠军赛。这场怎么那么快、欸？学姐，小心啊！学姐，不要吓我啊！套套交给我了，你放心好了。好，学姐，我相信你。你们要走下去，要多多小心啊，尽量排队，不要一起下去啊。
这一场是谁赢了呀？我也看不出来，我才刚爬上来而已。哎、欸，我以前问个问题，可不可以再补两件防弹衣？有新的讯息。我说我现在已经用掉两件了，那我可以现在去买吗？还是不行？你应该问主办方吧？你要问主办方。比赛受伤，有人喊比赛受伤在哪里？这个比赛受伤要怎么处理啊？在下面吧。我买防弹衣啦，我去买防弹衣啦，结果啦。谁要防弹衣啊？一件50000块。哎、欸，胖哥哥啊，怎么跟我想的不一样啊？怎么不一样？不是应该那个有一点变化的吗？怎么跟我想的跟我压的队伍不太一样？我也不知道啊，像两边的。MVP 选手感觉表现比较不一样啊，像小龟啊他就很神勇啊。对，刚刚前两场是谁赢啊？两场都是那个啊，都是场的龟光炮赢啊。那输的是谁？输的是哪一队 啊？什么？输的谁输啊？谁输？输的是黑帮啊。等一下，拜拜拜拜。那那我这样子，我那么看得起黑帮？啊，你算警局啦，就看陈武他们这边表现如何。不行啊，车行一条心啊，车行随便打都赢啊。哦，走的路是一样的、欸。现在这是冠军赛了是吗？还没，这个要打赢，等等才有冠军赛啊。等等车行要跟这个赢的打、啊。车行肯定行啊。我也压车行呢。车行一条心啊，车行肯定行啊。哦，警察快死了！车上还有人啊，车上还有一个，我还看得到一个啊。安南，哦，要去休息的原因也是因为那个啦，我的图就是画不出来啊，最主要原因是这个啦。啊，想说看看下台中休息两天会不会比较好一点，我是超怕我忘记关麦，是吧？总之就是这样。
从上面看。是结束了还是 BO？ 感谢 follow。我又是掉下去了吧。学姐辛苦了，不要看我内裤。涛涛，涛涛，你觉得刚刚哪几张比较好？我很喜欢那个。哥哥。那个。第一场让你赢钱哦。什么？小猫系列的。哇，小猫系列我刚看很多张哎。啊！你是说倒数第二张吗？很棒啊，你们第一张很棒。最后一张跟倒数第二张都不错。加油！什么没比赛？那个真的很难拍啦，真的，我只使出浑身解数，冒着生命危险。还是学姐那个自拍最好看呢、啊。那张你可以换成桌面啊。啊，好，我知道了，我会的。哇，奇物哎、欸！哎、欸，奇物，你们这身装扮超不合适打冠军赛的。你们就是发光的自走体啊！被包咯。哦，哇，被包了。哎、欸，他们都不躲，直接正面对刚哎、欸，是怎样？好快啊，好快啊，真的好快啊！这是谁？这个一个打三个，你有没有看到？金刚男，三个学生妹都被他弄掉了、欸，吃的好开啊！我去，只会摔下去，只会摔下去。救人不是救你、啊，救救我，院长。啊，二花在不？二花在不？